大家好，也是上帝来祝福大家。我是毛大龙牧师呢，今天是我的荣誉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箴言第十二章。那个箴言第十二章跟十章、十一章也差不多的一些信息，是要相比义人跟恶人的差别。但是十二章也有一些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分别同样的一个话题呢。那对于我来说，看第十二章最关键的经文是第三节。是第三节是这样说。人靠恶心不能坚立，义人的根基不动摇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义人的根基不动摇呢？为什么这样来强调呢？因为是在义人的生活当中，不是一切的事情都顺利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挑战、很多患难，还有很多的事情来发生的是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那个我们跟恶人的有什么差异呢？上帝是与我们同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断的来追求神，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就是真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提到的。我们是仰望了他，我们是要耐心的帮他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的。但是这个路程并不简单。但是那个无论怎么样的，我们有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在这个经文是来告诉我们，义人的根并不动摇。但是恶人是不一样的，有时候他们看得起来的非常非常的丰富的生活，一切都过得非常顺利，都非常的好。但是不可忘记一个事情，上帝是来纪念我们所做的，上帝也是看恶人所做的，最后肯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，审判所有的人。但是我们做义的，就是因为上帝来拯救了我们，耶稣的血来遮盖了我们，就是改变了我们。我们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的，我们到最后的审判官就是我们的天上的父。他是要看到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并不要惧怕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天上的父是来审判我们。但是在这个经文是来告诉我们，需要耐心，我们需要耐心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。相当于的是看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招的人。所以那个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可以学到的，也是可以用来提醒我们的，那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义人的根并不动摇。我们也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那个所有的事情来发生的，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，肯定要做他美好的工作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所提到的，他美好的工作肯定在我们心里要完全了。所以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看到义人跟恶人的差异呢。我们在十二章，特别是第一节是这样说：喜爱管教的，就是喜爱知识的；但是恨恶责备的，却是属灵的。那是很关键事情的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。我们经常就是要躲避管教，或者我们有孩子的话，要不想管教他们。我自己家有三个小孩，有一个14岁的，还有一个12岁的，还有一个马上9岁的一个小孩子。在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管教的方法是要调整的，帮助他们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样的，我们还是要管教我们自己家的小孩子呢？为什么？并不是因为我生气了他不听话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我们管教的原因是我们要看到他们长大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来祝福社会、祝福别人的人。如果他们一直都自私，要做自己的事情，没有管教的话，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坏。但是呢，受到爸爸妈妈的管教，是因为我们都爱他们，要他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要他们在长大之后呢，要蒙其他人的喜悦跟上帝的喜悦，要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。上帝也是同样的来管教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们，他肯定是管教我们的。他管教我们的这暂时有一段时间就觉得不是很开心，也觉得有点痛苦了，就这样管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第一节说的很清楚的，所以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的。我们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样的。然后第二节是这样说，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但是设计计划的人，耶和华必定他们的罪。虽然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上帝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无不在的神，所以呢，他肯定看见我们所有
做的事情。第十五节就这样说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只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这个意思是怎么说呢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对的，无论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来做的是什么。如果不是依靠神的话，就是依靠自己的信仰，要自己的心引导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所做的都是对的。但是那个上帝是用绝对真理看我们所有的事情，都知道分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到最后，这个是说，虽然在自己眼中觉得对了，但是在最后就发现是错的。因为一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跟随耶稣的人，他是引导我们，要我们做的，他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帮那拜在我们前边的路程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。因为就这样的话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听别人的劝教，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是来帮助我们，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样子的。第二十二节是这么说，说谎言的罪为神所可憎恶的，但是行事诚实的人是为他所喜悦。我们都是应该是神所喜悦的人呢，都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二十六节是说，一人引导他的灵舍，恶人的道叫人痴迷。二十八节是说，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歧路之中并无死亡。这是不可忘记一些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奔在上帝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我们不是奔自己的路，我们是奔上帝要我们奔的这个路程的。也是希望今天你们所默想来祷告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是用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刻在我们心板上，要我们做上帝我们所做的事情。上帝祝福大家。